黄鹤楼，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谢谢，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伙儿。哎，好嘞，哎，好的，嗯。我刚才他们俩干嘛来着？这什么？你这刚才他们在台上洗澡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造型？这是？快，你快穿上！人家说了，你这着凉。不是，我都出汗了都。这什么衣？小朋友，你懂得真多。小朋友清澈的嗓音在这喊了一声，小朋友能听我的。是。快去吧，大哥！大哥，这句话把我心脏搭桥上干碎了。你快去吧，大哥，我来了。快，这是我们来。大哥喊我，我给你生孩子。人家说的是人家爱你。哎呦呵。来，那你俩先 PK 一下，我到底跟谁生？对不对？不是，谁跟谁哼？咱先那个说好了。什么叫跟谁哼啊？这是。我说他俩啊，先 PK 一下，因为我的，要不咱们四个打麻将吧？这儿一个，那儿一个，那儿一个。我凭什么就是你的？可有个先来后到吧，人大哥先喊的。哎呀，行了行了，都是红尘是非客，是客咱们都得接。是是是，大哥，这你喊得欢，我跟你说，咱送大哥喊我爱你，我送你个成语，迎难而上，难上加难，勉为其难。兄弟，我现在多少有点失落。为什么？我上台五分钟了，我都张不开嘴，我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是是是，哦，我知道你喜欢吃猪肉。人哪儿说这句了？老爷，我爱你，我想看看你屁股上的蓝戳。防疫了，防疫了。你真是，这大伙人都是真爱，人大伙很，在这么大一个场子，这么多人，大哥喊了一张鹤伦，我爱你，我也第一次听见我爱你这个词，所以大哥，我得对为你的第一次负责，对不对？第一次喊，你媳妇儿都没跟你说过这个。我说今天在这个剧场对大哥负责。既然喊的这个了，今天我大哥咱们两个生一孩子，到时候起什么名？你想好了吗？没想好，咱们就先塞回去，好不好？先别生了，把这话收回去就行了啊。其实这都是真爱，对，能喊出这种话来，真喜欢你，我也能很感慨。是我们走到今天来说，都靠衣食父母的帮衬，没错，大伙的这对我们的一种爱。这种人，有人喜欢我师父郭德纲，有人喜欢于谦老师。那是，虽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但是别什么，别激动，好好说话。我说不在成都了。哦，对，他们过段时间会来的。对，过几天就来了。对了，所以说呢，也希望他们现在呢在天，愿做比翼鸟。你大喘气不要紧啊，好好说。哎呦，师傅教咱多少能耐啊！嗯，咱们得祝人健康长寿，这是实话。那是必须的。对了，因为我来德社之前一无所有，到现在我负债累累。对，我。你别说了，你别说了啊！我不是有房有车哦，现在两套房、三辆车、两个饭店、一个酒吧，不是靠别人，全靠我自己一点一滴想象出来的。他净做白日梦，怎么了？是梦还不让做了吗？啊，有梦可以。对了，人得有梦想。对，说实话啊，我最开始来德云社之后，刚开始什么都不是。哦。对了，后来跟我师傅，这话刚开始真是只会烤串。对，后来那个保安啊，当过烤串的，当过保安。哦，烤串都干不下去了。烤串在老家。哦哦。对不对？后来来德云社之后。我们刚开始来到这儿学什么呀？学的曲艺，二人转那是家里之前就会的。他是打小喜欢二人转。对了，喜欢那种小的二人转。嗯。比方说二人转，你们听过的啊？比方说这送情郎。送情郎。送情郎就是二人转的一个小帽。哦。小妹妹送我的郎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到了大门东，
公啊，尊一声老天爷，下雨就别刮风啊，刮风不如下点那小雨儿好啊，下小雨儿了留我的郎啊多待上几分钟。哦哦哦，跟我有什么关系？宋行郎，这是小帽呢、啊、最开始学这个二人转的，我有二人转的底子、哦、来到了德云社之后我们学什么呀？学跟我师父学京剧。哦，你也跟郭老师学京剧了？对，我京剧，我师父现在在那个各种地方都唱戏啊，麒麟剧社。对了，唱京剧讲的难着呢，这玩意儿。哦，你还有身上京剧讲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分钟。对对，你们这就这十一分钟啊，台下得十年功啊，你得练功啊，讲就发音、口腔、胸腔、盆腔共鸣，你盆腔。你还没练过吧？你知道个六啊你呀、啊、你呀、啊！别盆景还没唱出来就放出去，这都是简单的。刚开始讲个身上有这个吧？啊，拉一山吧，对不对？嗯，云手啊，还真知道啊。对，看这个啊，您这叫正观呢。啊，这捋然呢？这个呢？这推然？这个呢？搂然？这个呢？端带？好，这个呢？端带，这是裤子掉了蹄上。就哪个演员有提裤子这动作呀？这个，哟，这我不知道。这是拉链开了，拉着。老师，你这拉链够长的呀？啊，长这个因为是裤子长。哦，好家伙，管着吗你？不是，我管不管着啊？京剧身上讲究这个，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打。对对对，都你都懂啊？我也略知一二。拉倒吧，我们当时学这个时候他还没来呢，他那时候是颠勺的厨师。我脑袋大脖子粗，就是伙夫，没听说过，大款都够不着啊。我们练那个时候，就我什么，我师父带着我们，还有陶阳，哦，陶云胜。对了，啊、我们那时候天天喊啊啊啊，一一一，有这个，哦、妈妈妈咪咪咪 ，so this name， 怎么改美声了呢？唱的什么都得练，声音讲究发声的位置啊，啊，找共鸣。对了，丹田气。听过京剧吗？我听过，干嘛？我也会国粹。什么国粹呀、啊？您这俩字说出来就剩脆了，您家他这唱会不会吗？啊，我也能接上点儿，能接上点儿。对，我要唱一句你才能知道啊。您一张嘴我就知道唱的是什么，这可大点了吧？这还搂着。我一张嘴就知道。这还搂着呢。听这个，嗯，哪段？对不对？好，嗯，打平。什么叫打平了？咱这意念 PK 呢？这是，听这个，您得出音儿啊！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尊一声列位的宾朋，听从头，一不是响可以了，马兵则口，打住，而不是儿行待人。怎么还有儿一声啊？谁踩你脖子了？这是拉着我干什么？我这拦着您，我唱，我知道，这知道。三家店又叫南起界，呀，行啊，哎，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我好歹是个有馅儿的。听这，听这，还有什么呀？我都能接上来。那个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瞒呐？在长安十里。你不要紧吧？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干嘛呀？欺负你有脖子是怎么着啊？对你扯那么高干嘛？换灯去呀、啊？你就没有羡慕吗？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看哪里？白不呲咧的都没血色儿，都跟就没有。这是你一辈子追求的梦，知道？让你呼吸一下上面的空气，哇，好新鲜啊！来，我抱你。不用不用不用，在桌子上你闻闻。我不闻那个啊。海拔你不理解。我不理解这个。这是唱吗？真的？这什么呀？这是六六嫂子。什么？六六嫂子。哎呀，你也不问问你哥乐意不乐意？怎么了，哥？就就这能耐大着呢。听这个。淮河营给您接上了。相国藏。尊一声相国挺端的出
楚平王无道，我站在城楼观山的景象，当初老子的队伍才蓝脸的道尔顿刀与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刘大哥讲那话理财篇，舒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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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飞机的舒克，大象大走走走走，干什么呀？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推我干什么？我推你干什么？你打唱到三分之二以后还是京剧吗？不是，你要真想唱，有机会，有机会，行不行？你跟这什么机会？就是您唱的，我真想唱。今晚跟我走，上我房间，我好好给你展示展示，我这点能耐我都给你。我上你房间，我还不如去朱鹤松房间呢。我说，他的房间有什么秘密？你管呢？我不告诉你。我教你什么叫唱戏，这么能耐。我不用您教啊。咱俩好好的切磋切磋。那不用这样。蹂躏蹂躏。对。谁这么倒霉啊？这是压胳膊压腿，给你掰扯掰扯。不是，这上岁数了，您别掰扯。您要喜欢唱，我也爱唱，咱在这儿唱一回，在这儿唱一回，好不好啊？万一你哪句唱错了，观众一笑话你，在台上砰，你自爆了。我没那么大气性。万一你回后台里边咣叽扎尿盆里死了，您瞅我死这地儿，扎尿盆里死了。对，扎尿盆里撑死了。你有完没完了？我怕你，人家问你笑话你，这不第六排的胖子说了，哎呦，我郎和爷唱的太。第六排哪有胖子呀？这不站着站着，第六排的胖子，给我站起来。站起来的就台上这俩胖子，那就纤纤细腰。您还纤纤细腰呢？这两天没练功，知道吗？别拍了。啊，真是练功的时候插着什么前空翻后空翻的。哦，这今晚你来我房间，我给你来一个。谁都来你房间，你开大车店的呀？我先给你练一练。我不用 你来我房间，我让你看看什么叫从翻下来，你知道？前转体两天半。两天半？对，半天你不得饿死？半天干什么？人家就是两周半呢。对，给你来个十四天半。对。他七天一抽，干嘛？我上你屋，你来转体两周半。我怕人在这儿唱笑话你。不用，不用，您瞧不上我没关系，我跟您学一抽。行，你要不怕丢人，我就没关系了。你看这话说的。你要舍得死，我就舍得埋。我怎么这么喜欢埋在这儿啊？我来吧，来吧。那咱来一回，给你埋在成都，挑出戏。你先挑，我先挑，你先挑。嗯、我要挑，我欺负傻子。来，滚！嗯，这得，那我就认栽了。那咱来的一出《黄鹤楼》。好。好吧，说就能说到点儿上。嗯，有首诗说得好，怎么说？朝辞白帝彩云间，万里长征人未还，姑苏城外寒山寺，蜡烛成灰泪始干。唐诗，唐诗三百首攥一块背的。您这哪句是黄鹤楼啊？逗号是不是？谁让你查标点去了？对不对？再者说了，我说的也不是古诗黄鹤楼。那你说多钱一盒的？他又改抽烟了，你瞧瞧，我说这黄鹤楼是京剧国粹，我知道京剧国粹呀、啊，对呀、啊，对不对？我知道，不是武汉那个吗？不是，那这名胜古迹，黄鹤楼吗？京剧，对京剧，黄鹤楼哪段哪个呀、啊？哪段？三国的戏。哎呦，三国，我知道三国的大戏呢，都唱了吧？啊，那咱不能唱，怎么办？咱们掐去两头，不唱当间。太好了，那就别唱了，那是。怎么着？来我房间。我不去，都不唱了，还上你那儿干嘛去啊？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就唱当间，就唱当间。哪哈？嗯、哪哈？这一嘴芦荟渣子，哪哈？对，我唱戏人都这么说，哪哈？啊，唱戏角儿都这么说。对，刘备过江起，张飞闯帐止，就这儿哈。哦，就那哈，你看他还得那哈，那哈就嫩哈，行，好吧，行。然后咱们分配一下角色呀，不用分啊，都给你，都给。这个演员真谦虚啊，都给我，你干嘛呢？我跟你叫好啊，哪儿唱不好，拿鞭子啪着一鞭子。你要那么说，还是上你屋吧啊。怎么了？俩人唱戏，你叫好，怎么主要是听你的。啊，那我知道，你还知道大小王啊？废话了，我还知道四个二呢。
行，你知道谁是大小王就行。对，那这样我先挑，你先挑。对对，你挑剩下你再挑，对不对？那不还是我一个人唱吗？你先摘吧，让妇女和孩子优先。他这眼神有待考察。那这样，我先挑呢，我刘备。你刘备，嗯，我刘褥子啊。沙发我打走，电视我崩走，那微波炉我得用热饭，空调归我，那洗衣机我得忙着就。电咱俩分家来了是吗？怎么了？我刘备，你就刘褥子。你不刘备过吗？我就刘褥子。刘备不是刘备货。刘什么？刘备，刘玄德。刘玄德。哎，对。你说刘玄德不就完了吗？啊。怎么还整那么拽词儿？姓刘，名备，字玄德。是是。家住大树老姑桑。啊。后续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后续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河北。范阳郡，我说后续四弟，好了好了，姓赵，名云，字子龙，这个、家住真定府长山。你待会儿你去报名一下龙子科考试啊？为什么？谁让你上这儿背这个来了？那我就说一刘备、刘玄德，然后您来普及一下，对不对？不用普及，这我知道，大伙儿更知道。姓刘名备，刘备吗？接着奏乐，接着舞。他就知道这个，我知道那个啊。接着，哎，行行，行了，您就别抽黄鹤楼了，对不对？啊，行行行。我在这个刘备，刘备啊，您呢？刚才说了，您这角儿啊，什么都能唱。对 对, 对，给您个好的，您来诸葛亮。哎，诸葛亮，姓朱，名葛，字子亮，道号。哎，老师，这位我怎么不认识呢？你回家百度一下，查查电脑，你看有没有？不，父姓诸葛，单字为亮，姓朱，名葛，字子亮，这怎么这么葛呢？哎呀，无所谓，这个就这个纸扇纶巾。就那个羽扇纶巾，您拿纸扇，纸扇烤串，拿扇子戴个头巾，那个戴头巾，对不对？夜观天象，嗯，知谁在尿炕，对吧？好嘛，诸葛亮幼儿园老师啊，诸葛亮在小小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在大大的，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挖呀挖呀挖，累了。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在特别大的花园里，开特别大的花。我会这个，你是不是就会这个？不是，还会别的呢。还会什么？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滴哒啦，它能实现小小愿望，有神奇魔法。听说每个小孩都渴望得到它，准备好了，哎呦！一起实现吧！我会这，这我也会，这我也会这。咱俩有点不要脸了，我发现了。咱们说好了《黄鹤楼》吗？对，咱说的不是京剧吗？这是开始吧？是，您都给我带歪了，这是。对不对？诸葛亮 还没完呢。啊，您来诸葛亮，还有一张飞，张飞闯帐纸吗？我再来张飞。你来两个，我来俩。行行行，我都给你，都给你。别别别，你看你开心就行了。行行行行，都给你。哎，没事。然后人物分配完了，啊，您受累，跟我搭搭桌子。什么？诸葛亮跟你搭桌子，你疯了？军师有搭桌子的吗？军师自个儿出来都别人推着他出来，他自个儿都坐着那个轮椅。谁说的？你看看电视剧，诸葛亮永远坐着轮椅推着军师啊。你再这么说，待会儿武侯祠里边蹦出一个给你带回去。我说诸葛亮是诸葛亮坐的是木车，对，不是轮椅。坐轮椅那是孙膑，那是木车，他别人不推自个儿能走吗？是别人推，您那不是推，您自己摇着那个。我就告诉你，诸葛亮自个儿都摇着轮椅的。但是您还没演诸葛亮呢，老师。那也大，我诸葛亮这么大角儿，给你搭桌子。您受累，您避避屈好不好？俩人一块儿搭快了，节省时间，布置舞台。行行，这么大一诸葛亮搭桌子，您受累吧，好吧，受累受累。哦，好重哦。我跟这儿搬，你跟这儿摁是吧？您抬起来点儿，这是桌子，不是圆规。快点，快点，快点！你把这线收一收，来来来，对，你以前是不是干过剧务？他们跟我说这线只能这样。好，这个确实舞台有限啊。为什么呀？因为有限。这包袱挺冷的哈。哦，
舞台有限，因为有限。哎呦我的天，得亏是有限，要有电我们俩都秃噜了。行行行，行，这回舞台布置好了，还缺把椅子，缺把椅子，我来吧。好，你来吧。你让谁来？人大老远再爬上来，节目都结束了，给我扔一把椅子上来。我去吧，我去，我去。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谁说我去？啊，他让你去吧。我都拿过来了。去你的吧，三舅吗？还没到这句呢。那你二姨，我听声了。我二姨，你三舅吗？差不多，都是娘家人啊。行，来吧，可以了吧？咱们现在这就准备开唱了。开唱，好吧？别开唱啊！诸葛亮刚才说了，羽扇纶巾啊，啊，对不对？诸葛亮得穿那个寿衣，得拿来吧。寿衣？诸葛亮穿那个？寿衣在武侯祠呢。诸葛亮穿什么？穿什么？穿的什么？没有寿衣啊。穿的这七星符八卦巾呢、啊。来来来，八卦巾拿来，把我的八卦巾拿来。张飞不用您演，再说您那模样有点程咬金的意思。我诸葛亮，诸葛亮出来，把我的八卦巾拿来。这诸葛亮不是流氓啊，老师。呆子，把我的八卦巾拿来。他又改猴了，您说的，一天一天的猴和猴，烦死了。什么都有。废话了，您要不往那儿领呢？咱没有唱戏那些行头。没有行头，对，那怎么办？咱就穿这身儿，就这身儿。对，这身谁是我诸葛亮？那没办法了，啊，脱不能脱，知道吧？脱了更看不出来了。化一化妆行吗？就这东西您能化妆啊？对。哎呦呵，那太好了，真是不容易啊！我头回听说他会唱戏啊，唱二人转那是家传，但是那个京剧演员，老师，你也不问问刚才诸葛松裹的是哪块儿？你这，我说这怎么一股奶味儿呢？也不知道是哪个奶味儿。诸葛亮家门不幸啊，这是。这是诸葛亮的帽帽。还挺萌，帽帽。诸葛亮的帽帽。好嘞，好嘞，咱们这个都归后台，好吧？好，这就准备开唱了。来，马上我们就有请乐队老师。哪儿有乐队呀、啊？没有乐队，我跟你唱个六啊！不是，咱们相声后台没有乐队，那怎么办？咱们拿嘴学 ，B-box， 就那个，有那个，哎，你那心脏搭桥不是让那大哥震碎了吗？自个儿就修复了。好，他自己是个焊工，你看 B-box 是吧？哎，就是拿嘴打锣鼓家伙啊。行，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来吧，没问题了吧？放心吧，没有错不了的事儿。好像就没对过。打家伙啊，刘备上场啊。噌！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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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嘿嘿！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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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嘿嘿嘿！你可以，你可以，您过来，您过来。刘备，刘备有毛病是怎么着啊？怎么了？不是，咱来开场舞，打开一下尴尬的局面。您不觉得刚才那两下已经很尴尬了吗？不是，那打什么？京剧啊，打小锣啊。说不就完了吗？对呀。哦，村小锣，嘿，小锣。啊，小锣有老锣没有啊？老锣。好的，跑这点名来了。可以了，您出来，您出来，您出来。C 罗，我这知道不少，还知道 C 罗。梅西，哎，好家伙，这俩人都不错啊。对了，齐达内。哦，好，好，好。因为我喜欢篮球。这都挨着吗？这是？这就挨着。人家是足球明星，我知道不挨着。姆巴佩。嗯，姆巴佩是有。我说小罗不是让您说小罗这俩字儿。说什么？得。那你说得呀、啊？有说得的吗？他这说小罗，我这打得。观众说说好的小罗呢？说好的承诺呢？谁承诺这个了？那你说得呀、啊？这您应该知道吗？棒槌，我是棒槌，得啊，娃娃子。得，得。Yeah.
张鹤伦你该出来了。现在出不去。咱俩是不是神经病出来的呀？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这您没看懂啊。我不知道你那意思让我亲谁呀、啊、我让你亲谁？我让你亲金鹤兰去，你亲不亲的？我只喜欢朱鹤松。我那意思咱俩您跟我同场上。那叫同场上，宝贝儿。对呀，你这假牙差点甩出去。不是有这么大事吗？你说不就完了吗？哎，一块儿出来啊。腾得得，哎呦我的妈呀，你吓我一跳。你你吓我一跳，你跟我那么近干嘛？你不让我跟着你吗？我跟着我太近了，保持一定距离呀、啊、事儿还真多哎。就这就来吧，接着打。得哒哒哒哒哒得，俩兔爷。啊先生啊老婆。哎，不不不，您等会儿，我叫您先生，您甭叫我老婆呀。啊太太，太太、啊、媳妇儿。不是，您没明白。娘们儿，粗俗了啊，粗俗了啊。屋里的。屋里，这话谁能懂啊？现在屋门。不是，都不对，都不对。欧巴桑会的真多、啊、你看看、哎、但是全不对。那什么，我叫您先生，您不能叫我媳妇儿太太。屋里的叫什么？您叫主公。主公。对，主公什么玩意儿？主公不是玩意儿，主公就是皇上。叫你皇上。对，行，再来吧。啊先生啊主公。我听着怎么像猪公呢？这是啊主公，这一句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害苦了。哎呦，谁害你了？你怎么打人呢？谁害你了？我就问你。不是，您别生气啊。我凭什么不生气？谁害你了？不是您，抓我跟一块搬的。是是是，是诸葛亮害的。诸葛亮去找诸葛亮去啊？跟我说什么呀？我上哪儿找去？我这你哪儿找去？咱唱的是黄鹤楼。怎么了？我演的刘备。对，您演的诸葛亮啊。啊啊！我错了。现在道歉的人都这么倔强吗？对，怎么着？是您的剧中人害的我剧中人，跟您本人没关系。那你说不就完了吗？我不用说这。吓我一跳，你还动手？谁打谁了？你刚才眼睛灼伤我了。好家伙，您拿我当超人了是怎么着？眼睛灼伤我了，把我的袋儿都灼开了。我想了解一下是什么袋儿？绷带。哦，您这胳膊还有绷带呢？这两天受风了。那您就别那么使劲了。给你看，来来来，就喊那个最欢的。今晚你来我房间等你啊、哦。谁都剩他房间。好，那咱仨都得住。好，好，咱们接着啊。啊，先生。啊，老婆啊。主公。啊，主公。这一句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害苦了。不是我害。知道不是你。我干什么？打家伙呀。啊。浪才来，擦浪才来，擦浪才来，擦。乐队得卖力气。恼恨先生诸葛亮，擦。你比孤王过长江，擦。龙潭虎穴故取呀闯。啊！唱！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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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头驴呀、啊！干什么？到这儿该您说话了。说什么？合着您不会？不会敢上台吗？哦，对，您会。会不就唱了吗？您这不还是不会吗？不是不会，您这是忘了？没忘。那是想不起来了。这不一样吗？不一样，忘了就忘了，想不起来就想不起来了，忘了全忘了，想不起来就那么一点想不起来。你提醒我就会。你瞧这跟谁这么恨得慌呀？您这儿有这么一句“山人送主公”，老词儿，就是老词儿吗？老词儿，我以为是山人吃瓜子儿吗？我以为这词儿呢。吃瓜子儿在噎着你呢。龙潭虎穴故取呀闯，沧浪才来，沧浪才来，沧
郎才来参，善人宋之公，你都把我剁了，分明是宋孤王举荐燕王，善人宋之公，您善人再宋之公，您善人再送主公一点儿，一点儿都不要送了。善人再送主公一奶奶，一奶奶都不要送了。善人，你要送我上哪儿去呀？火葬场。我说他着急给我一刀呢，这是。您送一下就完了，然后该您唱吧。该我唱了。对呀，我等半天了，我一个主角到现在我没有唱，我说的嘛，赶紧的吧。我们也等半天了。快点的，主角出场了。康王才来的，康王才来的，康王才来的，唱。老韩先生知狗粮，耳熟啊。唱。你比孤王去过江，唱。龙潭虎穴孤王去闯。康郎才来的，康郎才来的，康郎才来的，唱山人宋之公，免你妹呀，免，免你妹！您让各位看看，刘备送刘备，对，真假刘备 cosplay。哪个三国有这个？真刘备，假刘备，闹到玉帝那儿，后来出来个六耳泥猴刘备。这刘备本来就双耳垂肩了，你来六耳。对了，找那谛听，谁是真刘备，谁是假刘备？哼！老师，你串戏了？啊，合着刘备准备取经去是怎么着啊？刘备嘛，您得唱诸葛亮的词儿。诸葛亮什么词儿？合着您不会？不会敢唱吗？哦，您会？会不是唱了吗？这不还是不会吗？不是不会，您这是忘了？没忘，那是想不起来了。这一，哎呀，忘了全忘了，想不起来就这么一点儿想不起来。你提醒我就会。你比刚才那回有点无赖了啊！我给您提个醒吧，一共就这么四句唱。哪四句？主公上马心不爽，嗯，山人八卦袖内藏，嗯，江山且坐中军帐，等候涿州易得章。好，头一句再说一遍。头一句，哎，主公上马心不爽，对 对，山人八卦袖内藏，江山且坐中军帐，等候涿州易得章。好嘞，再说一遍。你现背是吗？我看那个逗号跟我那有点不一样，你知道吧？一样一样，跟那个黄鹤楼那个是一样的。你放心吧，来吧，来，您唱吧，没有错不了的事儿。哎，康郎之类的，康郎之类的，康郎之类的，唱。主公上马他心不爽，山人八卦袖内藏。将身而且坐在中军帐，等候涿州一得章，一得章。您别鼓掌了，这不是这个调啊。主公上马心也心不爽，山人马褂就在哪个袖内藏，将身且坐中央中军帐，等候涿州一呀一得章。这个也不对。主公上马心不爽，心呀心不爽，山人八卦袖内藏，袖呀袖内藏，将身且坐中军帐，中呀中军帐，等候涿州那个大将，一呀一得章，一得章。真好，老师太厉害了，除了京剧全会。主公上马心不爽，有山人八卦袖内藏，将身而且坐中军帐，等候涿州一得章。诸葛亮值得。诸葛亮也住光子片吗？啊，您得唱二黄啊。二黄什么？主公上马心不爽，擦，你唱。主公上马心不爽，打家伙，螳螂才来的，我打，你打去啊。干嘛一下一下的？来，您来，您来，怎么的？不是你干嘛？你别那，你别讹我，把你硅胶打坏了。你说，哎呦，我至于的吗？原来这套，原来道的，唱吧。康郎才来的，康郎才来的，康郎才来的，唱。主公上马心不爽，唱。山人八卦袖内藏，唱。将身且坐中军帐，康郎才来的，康郎才来的，康郎才来的，唱。等候涿州一得章，唱谁唱？哼。哦，
报名啊？我叫张鹤伦。张鹤伦干嘛呀？诸葛亮啊。我叫诸葛亮。后边还有呢？坐在椅子上，手拿纸扇子，洗洗更健康。什么洗洗更健康？等候一得正。等候一得正。走吧。得得得的零得一个零得大起大得。又当飞闯进了中军保障，叫一声诸葛亮，有话商量。妞，谁是你妞？干嘛呀？老师，这家伙点张飞他妹妹出来了。那个，这是诸葛亮戏他妹。戏谁呀？这是戏张飞他妹。不是，您得是快家伙呀。怎么的？我这后边一揍啊，然后您就是四机头一亮相，将将就把蹦蹬仓转紧急风，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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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台口蹦蹬仓，有个哇呀呀转扭子，就该我唱了。嗯，再说一遍。您又献计呀？我记住了，记住了，来吧，放心吧。太好了，没有错不了的事。您再来一句，稳坐中军帐，洗洗一得。洗什么洗？等候。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得仗。走吧。大人，苍苍的吗？苍贼苍，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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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蹦蹬苍，哇呀呀呀！我哇呀！我挖呀，种个特别大的种子。告我干什么呀？您不是记不住吗？你挖你挖，来，这片都你挖。你以前不蓝翔的吗？来，你挖。谁是蓝翔？您都挖完了，我挖什么？我打家伙吧。苍狼才来的，苍狼才来的，苍狼才来的。你跟他有仇是怎么着啊？稍微快着点。苍，心中恼恨诸葛亮。苍，做事不与谋商量。怒气不息保个张庄，苍狼才来，苍狼，苍狼才来，苍诸葛亮啊，啊哟，还咬人呢，这就咬你，乖乖还谋的大雄王，苍贼苍，可恼啊，可狂，可恨呐，苍。好恐怖！可闹啊！恐慌！可狠呐！大枪！好吓人！可闹啊！恐慌！可狠呐！大枪！你要干什么？我干什么？您这说话呀！山人送诸公。哎呀，我是张飞。山人送张飞。哟，送张飞，你不接李逵呀？山人接葵葵。还接葵葵，您到这儿有说这么一句是吧？三将军进的保障，怒气不息，你为者谁来？老词儿，就是老词儿、啊、我不知道搁哪儿，就这儿，快来吧。哎呦，你再挠一回。我挠三回了，我再来回。可闹啊，恐慌，可恨呐，大仓。三将军进的保障，怒气不息，你为着谁来？诸葛亮啊，怎么样啊？我就委托你来，你为我来，扎扎扎！哎，跟我上我房间。让你休息。哎呀，谢谢大伙儿啊，谢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真的，哟，还有一行字儿，这写什么？我近视眼看出来，哦，张鹤伦，你是狼鹤炎的爸爸。哎呀，这什么词儿？这是，这是虎狼之词啊！这写的来都来了，多玩一会儿再走吧。哎呦，跟谁玩啊？好好的，好，这是观众对我们的喜欢，我们也愿意在台上演。这么着，给大伙唱点好不好？来，想听什么？大伙给唱。小娟是吧？给大伙来小娟啊！接下来到了返场时间，大伙儿有什么想听的，咱就点，我就唱，只要我会的，我就给您唱；我要不会的话，你们就小点声，是吧？哎呀，我的天儿啊，破鞋露脚尖儿啊，
老先让我交学费啊，我说等两天啊，没钱我光脚丫啊，外面飘雪花啊，邻家小妹瞧见了是眼泪含眼圈啊，她是我的心肝啊，起名叫小娟啊，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比我胖两圈啊，她像一朵花啊，插到了粪中间啊，这坨牛粪不在别地儿，就在我身边。把我唱里边了，谢谢大伙儿啊！真是特别的感谢您各位来捧场，谢谢支持。因为我相信大伙儿放弃了自己的节假期，对的，选择来听我们，各地的朋友啊，包括咱们本地的哈，都是牺牲了自己的假期来看我。其实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是，就是希望啊，让大伙儿开心啊，争取对得起您的票钱，快乐。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就不走了，好不好？一会儿我就睡这儿啊，我跟大哥的约定还在呢。原来这儿就是您的房间呢，一会儿咱俩就躺这儿。哎，不，再也别回我房间了，躺不开啊。好，行，还想听什么？来，啊，在天庭当小三。他喊的也是我出的一个歌，叫《我在天庭当小三》。对，这个歌来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不喊的这个吗？当小差。我在天庭当小差，掌管人间的各路财，财运不是你想来，想来就能来。你要烧香把我拜，看谁善良又勤快，我就让他发大财，让他发大财。好。就这个啊，应时当令的一首歌。对了，还有好多的歌啊。嗯，成都，对，来成都了就得唱成都嘛。还真是啊。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哎，啊，这不是一块合唱吗？哦，来成都就唱成都啊。对啊。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不停留，我会挽着你的衣袖，你会把我揣进裤兜。你先等会儿，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是怎么了？把手揣进裤兜？我记得不把我揣进裤兜吗？你以为你是车钥匙？对的，因为这个成都来说是赵雷演唱的一首歌，我特别喜欢赵雷。哦，他唱的很多歌曲我都喜欢。比方说呢？对，我画。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屋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画一群姑娘陪着我。没，你龇牙咧嘴的样子。再画个花边的被窝，画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洗来一起搓。拦不住了是吗？啊，就一个姑娘。知道。别瞎。画上有你能用手触到的彩虹，画中有我不决定扑灭的星空。还快进。画上。去无尽平坦的小路，尽头的人儿梦一如，我没有擦去争吵的橡皮，只有画着孤独的笔，夜空的星星不再亮，只有孩子在寂寞的唱，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满月。不是满月，还是牛粪，圆圆的满月。好，我谢谢您了啊。成都啊，少雷，现在大伙儿都喜欢唱流行歌曲吗？嗯，对不对？流行歌曲都有这个，你现在上网吗？你听吗？这些，对不对？董小姐，哦，董小姐会这个。董小姐，你的鼻子有两个孔。哎，别，你唱那是猪八戒，那是啊。你二哥，你唱挺好的，二哥。呆子，没完了。大实话，大实话，我唱完之后我就封箱了。什么十八摸？
呀，有说让你唱今天的。今天啊，哦，什么斗地主？今天我真的唱了好多好多的歌。嗯，确实，对，大实话，大家说说天亲。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这我的汗都出来了。这我因为我们德云社来说，这个每个人基本上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品。哎，对，你看我的像小娟啊，大家都知道。我，嗯，岳哥，岳哥有自己代表作品。什么呀？啊啊啊！这破歌现在还有人会啊？什么叫破歌啊？对不对？还翻过了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辽东白云蓝天蓝，望眼平川大步迈向前，嗯，花开山顶的红艳艳，绿水青山不问是何年，家中的爸妈一周文陪伴，翻过岁月直到永远。这也是挺好的歌。还有我辫哥哥也有自己的代表作。桃叶儿肩上肩，柳叶儿就遮满了天，再起为这个名啊公，细听我来言啊，此事哎，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蓝靛厂的这个火器营有一个宋老三呐，秋雨那下连绵，双江那清水河，好一对多情的人，双双就跳下了河呀，亲人哎，你死都是为了我呀，变成了小曲儿来弹清水河。都有代表作。然后我师傅的代表作是什么呀？郭老师叫小帆。哎，还真是。好，今儿就叫小帆，就叫小帆了。怎么你要来一个？来一个呀。好啊，卖点力气，好不好？真的，叫小帆啊。啊，我给您搭个签。一见公主到灵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把这请墙叫小娟儿。娟儿啊，他郎老师，郎老师来一个好不好？我来一个，行，我给大伙儿唱。My name is Jackie. 我唱个，我唱个党亮吧，好吧。耳边相听的人马吵，拨完君臣往奔逃，回不该辕门来发笑，回不该玉泽把香啊烧，有一位古人比得好，谁比关公，哪国比奸曹，俺比关那公是俺那比，他比那奸曹不差分的好，关公犯罪刘备呀报，好景犯罪怎能饶，人来回应速去报，你就说康老爷我放了骨雕，七星剑把头削，一腔热血燃正了跑，好汉英的雄辜负了，汗马功劳一旦抛，江东桥前恩重义呀高，留下了美呀名在万古飘。真好，但凡身上少一两肉都没有这气量。带着戳呢，带着戳呢。咱俩一块儿来一个，一块儿来一个啊，一块儿来一个。咱来一个，唱首歌，歌曲，来个墨，咱来个墨啊。你来那驴是吧？墨，人这歌名就叫墨。哦，我想起来那流行歌曲。对了，唱起来，你先来。我起调了。行，好了。忍不住一高高，忍不住一高，忍不住高。
我忍不住了。我说高了。你是中国人吗？他是高高高，我以为我低了。我第一句我就说高了，你正常拦点。得嘞。忍不这个说。忍不住化作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我的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快高腔。我被爱判处终生孤寂，生不脱，逃不过，笔下画不完的圆，眉头解不开的缘，是你。我被爱判处终生孤寂，不还手，不放手，眉头解不开的结，命中剪不断的结，是你。失去你。哎呀，谢谢大伙儿啊，真太开心了。这样把他们都叫上热闹呢，好吧，好来。哎，我们也很开心啊。嗯，今天今天都是这个德云社的这精英强将也都来了啊，咱们那个集体给大伙来一个好不好？好，直接来一个吧，咱来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下，来来，这个我们从这边开始吧，这么高玉凯，这是王善勇，啊，杨鹤龄，吴肖泽。好，我们的捧哏巨匠朱鹤松，我们捧哏巨匠的搭档，哎呦，不叫靳鹤兰，好，我们的兰兰，好，都是优秀的人物。那个，咱们一块给大伙来一个吧，好不好？啊，来一个，一会儿会的，咱们一人来一段，好不好？好啊，一人来一段啊。那个，哎，我们这个勇哥，来个快板，好不好？还没带着啊？我你是上北京拿去吗？不是，每次你不都揣那个裤裆里吗？我记得都每次咔就能掏出来。今儿犯病了啊！今儿犯病了，没塞进去。咱往前站吧，几位啊！来，往前站着啊！我先起个头啊，咱来一劝善歌，好不好？好，我先来头一段啊。心里种下。行，不会，这哪个歌啊？这是来了，开始啊。混沌初分实在难消啊，谁知道地多厚天有多么样的高，日月穿梭催人老，冲好汉你逞刚强，金银财宝梦荒凉。嘿，好像唱错了。有争名把力劳。在华西 live， 这赖我，因为我在台底练的时候老是穿到那句去。哎呀，我没想到你给拦他呀！我没想到我这居然能把这么经典的段子给唱错了哈！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坏了，我那个，哎啊，混沌寒门，卷冰宫，听完了退票，来。一二三走，混沌初分，进不错吧，实在的混沌初分实在难消啊，
谁知道地多厚，天有多么样的高，日月穿梭催人老，有争名把力劳，难免死生路一条，八个字造就命也该着啊，八个字造就命也该着啊，树大那根那深要扎稳牢啊，人手这个教条武艺高，惊涛三边吃天水，全民公你们人辈高，千万别把那个小人笑，小人他过河就拆桥啊，小人他过河就拆桥啊，君王有道乐也逍遥啊，十万里江山扎得稳牢，问着官能人戴纱帽，武将人穿蟒袍，吃粮当兵也得忍着，似这样太平景象谁都乐逍遥啊，似这样太平景象谁不乐逍遥啊，读书人能人铁眼磨穿，杨战坐头费尽了心间啊，三啊更灯火读书卷，书中有古先贤，孔孟之道记心间，待等到平步登云犹如上了天啊，待等到平步登云犹如上了天啊，大千世界南北西东啊，三寸舍六方台，娱乐升平直山，轻摇谈天下，春花秋月冬雪风，留着残荷听雨声，冷眼看浮生如梦，烟雨化飞龙啊，冷眼看浮生如梦，烟雨化飞龙啊，走过了三川六水大海大江啊，看惯了灯红酒绿世态炎凉啊，争什么多来论的什么少，冲好汉你逞钢枪，金银财宝梦荒凉，倒不如德云社开心笑一场，愿诸位你们招财进宝喜气洋洋。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光临。谢谢，谢谢你们。研究过了三十多，还不是神那的梦魂一个，竹林总点着家人的嘱托，还孩子没做完的功课，少年时没实现的梦，在二环路上拼命奔波，我的拳头从没松开过，是自己曾许下的承诺，我想做最美的花朵，绽放在最灿烂的星空，一口遥远的我啊，让所有简单简单的生活照亮我最深的快乐，那个雨天狂奔中的孩子，由于全部生命闪烁炽热。来，倒上倒上倒上，
松开我，别许下的承诺。我想做最美的花火，绽放在最亮的星光，让我的梦圆满地方。耀眼的花朵，让所有简单的人物永在梦山的闪烁之人。有我最耀眼的光哥，让所有变成天的生活我的在我快乐闪烁之光，在这雨天唱着《梦中神秘闪烁之光》。请欣赏相声《大学毕业》，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哎呦哈，主持人差点把你忘了，你在主持人的心中我可能地位很低呀、啊。没关系，大伙儿认识我就行。啊，可能是个头不高的原因导致的。哦、海拔的问题。对了，我看看你跟主持人聊得挺好的呀。我哆嗦呢。我看你俩这丝丝入扣的聊的。没那么夸张，这词儿可不好用啊。是吗？对。哈、啊，算了，人家郎老师来说，那个是也是，万千少女的一个知心大姐。我这性别都换了。这老爱啊，给人解答一个问题啊，跟人聊聊天什么的。哎，就是爱聊天。对，我们谁有个不懂的事儿啊、嗯，不懂的字儿啊，好都得问人家。哎，也没。在我们后台来说，人家啊这方面啊，就是知识啊，什么都比我们强。比他们就稍微高一点儿。这不是高一大点儿，大着呢。啊，你再抽我一下，主持人更不认识了。不是，你看德云社这些人当中啊，其实有学问的少。我、哦、没什么知识。对了，他们都没上过大学，啊，真的是。这是实话吧？实话实话。我师父小本。小哎，什么叫小本呢？小学本科。这小学还弄出本科来了。于谦老师。于老师。幼本。那就是幼儿园本科啊。对。岳云鹏。小岳呢？胎本。胎。不是，您给解释解释什么叫胎本呢？胎教异业。胎教异业，那都没拿本儿啊，那个行话就是好悬流产，好悬流产就是流产未遂。啊，这行了，我不用解释，我明白了，就没学问。对了，这些人来说，啊、学问来说，老狼算是不错的。哎呦，您过奖了。他上过大学是吧？哎，上过。哎呦喂，上过哪个大学呀、啊？啊，北京工业大学。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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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真是的，没事，不丢人，不丢人。哎呀，我没觉得丢人呢。干嘛说出来好像，哎呦，好羞涩，哇，真是的，羞死了，没必要，没必要。哦，羞死了，我是又看见残部了，是怎么了？我是。我感觉你自己很羞涩的样子。我同着这个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不好意思说。没瞧不起你，怕什么呀？不就是一个北京的小大学吗？不是兄弟，您这意思，您已经瞧不起我了。我有那么明显吗？还要多不明显？不摇头晃脑的，你这个。你有脖子吧？你就晃啊！我不晃脖子，我晃脑。你就是明显，他一晃是全身晃。好家伙，我成搬不倒了。因为我们都是这样的。行、哎，你别晃了，容易散黄啊。你才鸡蛋呢，你长得像个卤蛋成精。这鸡蛋成精是卤蛋，那卤蛋成精是个什么玩意儿？你跟我说。咸鸭蛋。
他会的还真多，鸡蛋改咸鸭蛋。我们当年，我这个学问来讲，你组织一下你的语言，吓你一溜跟头，真的？那是的。那你说出来，我听听。哎，听说过清华吗？听说过呀。我没上过，别鱼好不好？您没上，让你们鱼完之后都后悔。不是北大，哦，北大。也没有去哦，我们都不后悔啊。我是成大的。成大是什么？成都大学。您成都大学？对，成都大学在国内可名列前茅啊。什么？当然了。嗨，你质疑你的母校？不是，这底下好多我同学呢，我校友今天都来了。真的假的呀？对，我们都是都大的。我这有解药，你要不要？干嘛解药啊？什么叫独大的呀？都大，成都大学，有的叫成大，有的叫都大。没有，都大人就成都大学。你不知道，你知道个六啊？是，我也在六队里边。后来出国，您还出国了？对，跟比尔盖茨我们一块儿。比尔盖茨是不是？你能不能先把你那大褂这泡儿系上？出国就干这个去了，生活所迫，还比尔，哎呀，你们要看哪儿？流氓，你好意思说人家呀？干嘛呀？啊、我们卖身不卖艺，什么乱七八糟的？卖艺不卖身，这可加钱加多少啊？10块钱，你们舔着脸喊10块钱，1块，5毛，成交，兄弟必须成交了。怎么了？要再不落锤，你得倒贴人家。没必要，干嘛呀？都是大老爷们儿喊什么？还有大老爷们儿跟喊拖拖，哎呦，怎么我有的你未必有。你说的是血糖吗？尿酸，讨厌讨厌，人身攻击我。他尿酸4万多。对，谁呀？就他。我尿酸4万多，我也上这洗起来，我这。对他一尿都尿出水晶来，真的。那叫结石，宝贝儿，水晶。你那个结的都晶莹剔透的，有的结婚的人都找你这，老老实。没听说过。老实帮我尿一个。我跟你说，那玩意儿得走冷链啊。人家都带着白金，这个像那个就戒托来的。白金戒托，我先给他磨是吧？对，直接尿完，当就贴上了。那还是有他这尿糖的功效。对，因为他血糖也高点，直接谁血糖高啊？都能粘上。哪儿的事儿？这有化学反应的分子反应，你知道这些吗？分子反应。对了，分子是什么反应？它是通过电子正负极，然后细胞分裂还是怎么着呢？这化学你没学过这些，这都讲过什么那个氢氦锂铍硼的碳氮氧氟氖。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你这是，哦，后边的化学元素周期表就不用背了，对，你不懂这些，好了，什么锂元素啊，什么镍元素啊，镍元素，你懂吗？当然懂了。那铁，你知道氧化之后分为哪两种吗？三氧化二铁、四氧化三铁，你知道吗？这个有点超纲了，还超纲了？你抄题你也抄不着这个呀？干嘛呀？干嘛？当时我擅长，我又不是化学。那您擅长哦，烤串儿。跟烤串有什么关系啊？来自成都大学烤串张立民。无聊，这有什么好的？这谁当年还没给我勤？我那时候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哦。上大学的时候是给人烤点串，对不对？那时候烤。你上大学的时候给人烤串？怎么了？哦。半工半读。好好好。我在大学的时候成绩优秀着呢。您哪方面成绩优秀？哪方面都优秀。是撒盐还是搁胡椒面啊？那玩意儿跟大学挨着吗？那玩意儿跟大学挨着吗？那不是您的那个吗？还挨着？挨着吗？那玩意儿？您说的这挺挨着的哈。哎呦，我的天呀！ 啊，那时候我跟你说，我是我们那个在国外，我是中文系的特长生。我们都知道这个体育特长、艺术类特长，怎么中文系还有特长生？在国外的大学。国外哪个大学呀？国外哪个大学？那个。哪个？就。
聂哥。聂哥，我提示一下子。你提示一下。我大学的门口有个雕像。有雕像。雕像缺一胳膊。缺，杨过呀。什么叫杨过呀？古墓大学呀、啊。好家伙！你们家这大学的就是杨过摆门口啊？废话嘛，你缺一胳膊可不是杨过吗？那是烤串怎么烤啊？那个，缺一大学，缺一胳膊那个，缺一大学还是缺一什么呀？叫，哎，叫维塔斯。你拉倒吧，人家唱海豚音那维塔斯。谁说的呀？废话了，那缺一胳膊的那这维纳斯。维纳斯不打台球的吗？打台球那是戴维斯。戴维斯不牛仔裤吗？牛仔裤不李维斯吗？李维斯不主持人吗？主持人李维嘉呀。李维嘉不香港首富吗？李嘉诚啊。李嘉诚不是奶牛大王吗？那谁谁呀、啊？谁呀、啊？到底谁呀、啊？他爱谁谁，他烤串的他谁？你不知道你说什么呀？废话了，谁知道你们学校门口一排雕像啊？盗墓的去了是怎么了？跟雕像有什么关系？哪个大学的？清华的、耶鲁的？我说牛，我还知道耶鲁大学。哎呦，我在那儿烤过串儿。说半天还是本职工作。牛津，牛津可不好熟啊。大学，你烤点猪脚还是可以的。School， 什么？牛津 School。牛津应该是 University。综合性大学是 University， 还有一种大学叫 College。 您说的那 School 就是初中、高中、小学。一个字儿，绝。欺负人是吗？我们不欺负人。非得拿出一个毕业证你才知道人家学问吗？哎呦，烧烤也有毕业证啊。有必要吗？非得说哦，我哪个大学的，你看看我的毕业证才显得你有学问吗？我不承认。真的，你是你不承认还是人家不承认你啊？彼此，我跟谁跟谁彼此啊？不承认你顶多是撒盐撒咸了。咱师父上过大学吗？他的学问有人承认吗？有。这倒是，对不对？他发的微博知乎者也的，你他自己都看不懂。这可不行，胡说啊！后天努力呀、啊。哎，这是对不对？我学习也是后天努力，所以我今天没空。你。哪个后天呀？就隔一天那后天呢？不是，后天不努力肉就馊了。在我当时我是确实大学，咱不提这个哪大学。你看又不提大学了，咱有学问就行了呗。什么叫知乎？哎呦，你轻着点。怎么了？动你胎气了？要不你就生出来。不是动胎气，你再拍我容易排气。对不对？我们讲的都知乎者也，这烂熟于胸不就完了吗？烂熟于胸。怎么？你的心上哪儿去了？哦，考了，太表面了是吗？对不对？这我尔等不晓得。呀哈，说我不知道不晓得。哎呦呵，尔等不明博。啊，就是说我不明白博上。哎，尔等知道个屁！我就知道你。三两句，三句文言文。那哪句有文化人说尔等知道个那个的，对不对？知乎者也，上学的时候就学过呀。小时候基础你得打好了吧？您也有这基础，对不对？当年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机叹息。你没惟闻什么叹息？谁叹息？谁女叹息？对了，我知道。你是惟闻火叹息吧？这是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都会这个。哦，接着来啊。女无所思，女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可以鼓掌了。怎么我还给你们背诵全文呢？行，可以可以，这算饶过他了，对不对？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对，卖炭翁你得熟。两鬓苍苍十指黑，要不然你烤串供不上他，到时候你还得心疼他。哎呦，您这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啊？跟烤串有什么关系？你说说是东北口烤串，跟烤串没关系，老铁。哦，是，确实也得有煤的事儿。不是，我没有烤串。你看看，你看看，手法很娴熟嘛。
多少年还是个左撇子，靠的是文学能力，哦，对不对？就是那个桃园看过吗？桃园，桃花源记是吗？对对对，桃源，我应该说三结义。放，叫是狼，狼，对对，蒲松龄，不用叫我啊。出师表学过吗？哎呀，出师表都会。先帝创业未半，嗯，而中道花光预算，你都学过吗？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说那也不能就花光预算呐，难呐，不去了，不去了。那块弄出点碳来太难了，你上山西挖这不就挖了吗？那是太道太远，山西那时候不这是别人的地盘，这别人的地盘。好啊，您呢？我跟你说，死记硬背这东西。对了，死记硬背叫什么能耐呀？啊，得自己灵活运用，活学活用，对不对？未曾清贫难成人，这都学过吗？用不经打击老天真，自古英雄出炼狱，从来富贵入凡尘。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压有反哺之意，扬之贵辱之恩，岂可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街头乞丐常有悲悯之意，府中帝王最忌妇人之仁。俯身瞧花间风追蝶影，抬眼望天下灿烂星辰。小有小宇宙，大有大乾坤。不求人人得道，但求得道人人。你不要破坏我们的道具啊！啊，行行行，这两句也不知道跟哪儿抄的。什么叫抄的呀？啊，都学过呀。哦，学过。对，这都学过嘛。啊，对不对？哈，这我们都得学，灵活运用。还灵活运用。活学活用。活学活用。对了。啊，小时候诗词歌赋。行。都在这里呢，这里没别的。全是下水。人谁有知识人拍肚子呀，对不对？都是能耐。您有知识行，我不贬低您，但您不能上来就瞧不起我们。我说这个你能会吗？你说这我怎么不会呀？我说一个，你说说西北玄天一片云啊，乌鸦落在凤凰群，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古人不见今时月，金月曾经照古人，肤白貌美台风稳。什么玩意儿这是？这句下句没学过，我蒙住了。这句下句不知道？不知道。肤白貌美台风稳，下句是粉妆玉砌张鹤伦。就这个您还鼓掌呢？啊，伟就英俊潇洒张鹤伦，玉树临风张鹤伦，傲骨迎风张鹤伦，你是怎么巧妙地躲过这些评价的？都是我。我跟你说，您说自己不能这么说，您得说大腮帮子、满脸褶、中年油腻张鹤伦，对不对，各位？我是那样吗？你们不亏心吗？我真是那样。你比那样，你还不如那样，你干嘛？因为我送他一把扇子。好几千人，你送谁扇子？这个事情就告诉你，做人要客观，要低调。我已经很客观了。你哪儿客观？你客观，你再说一遍。说什么？就说你自己，评价自己。你给我上一边去，咧个大嘴在那喊死不要脸张鹤伦。你张嘴我都看着你裤衩那花了。你老看人家那干嘛呀？那大嘴咧的，好像那性这后槽牙太性感了，你这玩意儿。你甭管那个，我让你评价自己，客观点儿。三高，虚胖，身子沉。哎，可不可以？这孩子算实在。那是你爹张鹤伦。就讨厌就讨厌在这儿了。没必要说我，啊，没必要，没必要说你啊，对不对？你先说的我，先说我对不上的。你本来你就对不上我，对不上。我说一个，你不一定能对得上。你来，给我听听。我来一个。来什么呀？对联吗？对呀，啊。哎呦，对联，咱小时候就学过那个。你学过这个？当然了，讲的天对地，雨对风，大陆雷花，雷隐隐，雾蒙蒙，山花赤日。对，平仄平仄平平仄，
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确实看出来了，今天来的都是都大的哈。我们以前干过传销，对，没听说过。这不是什么好话啊！我出题目，你给我接下联来啊！就说你现在的目前的状态，什么状态？哎哎，面无言，兜无钱，人到中年，可怜可怜。这不人身攻击吗？啊，那我赐你一副下联。你还赐我？你官一躺，布一盖，十人一桌，上菜上菜。你有意思吗？啊，就是，我就说你顶多没钱，你给我把命都说没了，这不挺好吗？严丝合缝的。那再给你个下联，读书少，年纪小，读书少，不想努力，阿姨挺好，这行吗？你不要把你内心的想法给我们展示出来，好不好？别着急，我这儿还有呢。听我这个啥？面对面吃面，这有什么难度？哎，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啊。有什么难度？当然有难度了。面对面吃面，一共五个字，有三个字都是一个字，一三五，面对面吃面，这盖中盖不盖？怎么了？我这啊，这啊，对不对？还是这不那个背对背搓背？我这差点意思，这个啊，脚对脚抠脚，那再串了脚气，那个手拉手解手，那这走解手去了，嘴对嘴亲嘴啊，可以了，可以，人和人生人，可以了。你要哪个？举一反八，我要哪个呀？你都拦不住了，是怎么着？这什么呀？啊，别着急，还有这个，听我的。我还喜欢手拉手接手这个。你去吧，你去吧。手拉手接手去喽。上个厕所也这么高兴呢。啊，听我这个，弓虽强，但石更硬。这什么？这是什么 ？What Chinese? What speak?What speak? 就是你说的什么？你应该是 speak what? 或者说 what are you speaking? Please translate in English. You know? 咱们还是说中文吧。It means barbecue. No barbecue. No barbecue. No barbecue. 没明白吧？这是个对子上联，而且是个拆字的游戏。怎么拆了？弓虽强，但石更硬。怎么讲？弓。弯弓搭箭的那个弓，虽然的虽组在一起是个强，弓虽强，但石更硬，石头的石和更加的更组在一起是个硬，弓虽强，但石更硬。谁像你这样啊？他们，人家大伙儿那是对我文化的认可，这就认可了。对了，张嘴就跟你对出来，啊，不就拆字游戏吗？你闭嘴对一试试。人一大就土里埋。不是，你先等会儿，你这能讲吗？这个我看一个人加一个一合起来念大，就土里埋；一个土加一个里念埋，人一大就土里埋。游戏嘛，再给你对一个，刺你一个下联啊！他老刺我，你听这个，女子好，但少女妙。哎，这个下联还是不错的。哎呦，这有什么？怎么样？黔驴技穷了吧？尔等就如惊弓之鸟，我在略施小计，你就会嗝屁朝凉。我看现在中医也解决不了问题了。不可能，完全不可能。这是谁的步枪？如此勇猛。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别着急啊，咱这儿还有呢。哎，接着奏乐，接着舞。就您这舞蹈，就跟一烤鸡架子似的。别着急，听我这个啊，我这儿还有一绝对。听着呢。好，听好了啊。一乡二里三夫子，不读四书五经六艺，竟敢叫七八九子，十分大胆。哎呦喂，十室九贫凑的八两七钱六分五厘四毫，尚且三心二意一等下流。我看过唐伯虎点秋香。
还真是，不光咱们看过，大伙儿也看过。四句四国四社剧，赏花赏月赏秋香。对对对，确实都有这个啊，挺好的。但我这个啊，后边是没完。还有什么呀？我只不过是一个例子，我举个例子，你明白吧？哦，举个例子，我举个花生，嘿。这包袱挺好的，下回别用了啊！我想说的是这个，你听好。哪个？一天夜里啊，郭老二从三更半夜喝到四五点钟，特别没溜。老七说这事儿八九不离十，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老子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What are you speak？I speak Chinese， 不是、啊、你刚才说的。我说的是一到十，也是一个对子上联。一天夜里，哎，郭老二。郭老二是谁？郭老二，郭汾阳啊。郭汾阳。对。郭汾阳喝酒喝到四五点钟，啥事儿啊？搞对象了？他刚多大呀？他还是个孩子。老师，老师，这一段你也有点加戏了好吗？不需要你这么揣摩。郭老二、啊、喝到三四点钟，对，从三更半夜喝到四五点钟，四五点钟特别没溜溜。老七说这事儿八九不离十。哎呦，就这个、哎、对，该你了，张嘴给你对出来。你也是得从十到一说对出来，这样你觉得好。那不一定，让你觉得这么妙是吗？对的，让你今天呱呱叫。我踩着谁了？我这是听着啊，说十是吧？对，十到一，十分肯定。嗯，十。郎鹤炎，有我的事儿啊！今晚九点，八成妻离子散。六道轮回，五个没他，四处流浪当小三儿，遇见两个大哥点你一宿。去你的吧！语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谢谢，哎哎，好，你们好，真是的啊，今天特别的开心啊啊啊，嗯，好，哎哎，好，是是是，那还要生孩子的，不，我这说相声的，待会儿咱们再生。这是个什么、啊、是大哥，行了，大哥，我们这生孩子，你这喊嗷嗷的喊什么？你接生啊你？大哥，你声音能催产、嗯、啊？嗯。不容易啊，是，好嘞啊，好嘞，哎，好好好，对对，搞对象咱们一会儿再说。谁说这个了、啊、他不说吗？伦哥，我给你搞对象。人说人家看你来了啊，都好啊，嗯，真是啊，特别的开心啊，对，特别的兴奋，是是，一上台来有这么多的朋友喜欢我们，感谢大家哈、啊、都看谁来的呀？不是，当就当我没问，好不好？我错了，就当我没问。哎呀，我太鲁莽了，你听见什么了？他们有的喊出来不是我的名字，我听见了。我问他们看谁来的，喊了得有七八。是是是。谢谢谢谢谢谢成都的父老乡亲啊！怎么了？看他来的。喜欢他。谢谢。不喜欢我。你们好残忍啊！怎么了这是啊？喜欢他，我跟你说，郎鹤炎现在在我手里，没有一百万我就撕票。等会儿，这刚才说喜欢我的都说撕票呢，这是撕票吗？你们到底是看谁来的？他们是看杀人来的。好，那我就他们看台上啊死两只人啊，两只人，对啊，哎呦这。真好，我发现咱俩一上台，台底下都是说相声的。尽量啊，咱抢讲话，你知道吧、哦？你要抢不过他们的，你就下去听去。我都下去，我都买不着票，我怎么下去？喊什么呀？来来，你们上来，你上来。都多大了，还玩这么幼稚的游戏呀、啊？你们大伙儿太团结了啊！行了，行了，大哥，人都喊完了，你还在这，你上来。我俩人干不过你一个呀。对对对，没问题，咱们两个人干他一个人。你哪伙的呀？我哪伙的？我哪儿人多我跟谁一伙儿？没有立场，咱俩这么多年，真说我跟大哥打起来我要死了，你不就成孤儿了吗？
你快去吧，你看你长得这白不撕裂的，跟刚从坟里钻出来的，这是。真说我今天发生点什么意外，你觉得这一个舞台剩你一个人说单口，你会吗？你他在台上就得自爆，砰就得自爆，炸一地的肥肠。合着我这身上没别的，你看他这说话就枪火了，对不对？我真说我要不在了，你在台上你会干什么？单口相声他不会。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枉费舌尖。这个我跟你说，这个我跟你说，这哎这儿摆一馒头，狗都会说。你等着，我给你拿馒头去。我不要馒头。你不要吗？要花卷啊。你再烧脚牛肉好不好？你再来一个。再来有能你来一个，来一个别人不会的，你来一个。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血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俩馒头啊，人家这都会，这我师父当年我跟你说这一段都臭了街了，你知道吗？臭了。再来一个他就不会了，他要会我死这儿。别真的别道德三皇五帝。你给我看张鹤伦上厕所没洗手。哎，你居然能闻出来。废话，你败坏了我大皇的名号。原味的。什么原味的？收起你的爪子小白。大黄，你今天有点赛脸了，你知道吧？小白，你今天才有点过分。大黄，差不多得了啊！怎么今天人多还管不了你了？他是说说听话，人多有点激。大黄，这好不容易来着，大黄坐，大黄秀，大黄雕。我今天没喂狗粮。小白捡回来，再捡一遍。还有他自己玩上了，你看看，上这边来。不是你是不是要造反呢？快点。不是你这件事要造反吗？什么叫造反呢？管不了你了还怎么着啊？你凭什么管我呀？要大伙给我撑腰呢。大伙会那么两句定场诗就叫单口了、啊、谁不会呀、啊、德云社有不会的吗？你会吗？哎呦喂，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银月滚金球，远自湖北三千里，近到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听听人家，我来一个他们不会的，行不行？你来，我听听。哎呦，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斯人不堪怜。邀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会的人更多了，听这个、啊、还有啊。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贱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轿修来的府，推车担担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的汉，美妇人常伴着浮眠。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你看安静了吧。那也有人说得上来，难这有什么呀，对不对、啊、再来一个。来，终是关羽断了刀，从此再无回首掏，听过吗？终是貂蝉出了轨，吕布董卓互相怼。终是猴子丢了棒，紫霞牛魔上了炕。终是达摩剃了头，从此不再用飘柔。哎，不，你这还差一句呢。差什么呀？终是利民退了社，从此名字不带鹤。没这句，没有，我不叫，我叫张利民，我叫张鹤伦。
张立民把我贺字还整没了，干嘛呀？这个定场诗谁都会哦，在德云社你干个几十年啊，这定场诗啊，我们都得基本功啊，是是。演员你都得练这个嘴皮子干净利索。刚才那个同仁堂，那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这个先生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十个名医列两旁，那个先拜药王后拜你，你是药王的大肚。这个节目人家演过了。来个他们没演的啊，来个没演锻炼嘴皮子的什么呀？对呗，比方说绕口令。哦呦，这可大了。要不咱们这么着吧？嗯嗯。要不咱们这么着？哎，要不咱们怎么着？你是不是有毛病啊？让你说绕口令，没让你跟个冤家脱生的。就是门后吊吊吊吊吊着。老师，你是想说门后吊刀刀刀吊着吧？门后吊吊吊吊吊吊。你我说的时候你把耳朵撩起来，你听着点，你尽量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来说这个。红绿绿绿绿绿绿，好家伙的，这绕口令出来三头驴。什么叫红鲤鱼绿鲤鱼与驴？我说的就是你是不是耳朵拉稀了？你说话放屁的。钓鱼那个行不行？钓鱼那个，钓鱼要钓，钓鱼要钓鲷鱼，钓鲷鱼要到岛上钓。钓鱼要钓刀鱼，钓鲷。你钓鲷啊？钓鱼要钓刀鱼，钓刀鱼要到钓岛。钓。钓鱼。哎呦，刚才说了什么啊？就您这绕口令啊？啊，好有一比。怎么比？比作屎壳郎戴口罩。怎么讲？臭不要脸的！真来一个，你能行吗？啊！打南边来个喇嘛手，打听这个吗？好像听过。您就半句，我能没听过吗？来来来，你要挪哪儿去？来，刚才谁喊的鱼？给我站起来！你别喊了，那一喊到时候锦鲤那边都站起来了。来，我考你个绕口令，谁站起来？刚才谁喊的鱼？还真实在你。对不对？我也甭来来远了啊！头一排，头一排，那个看手机那个，别低头看手机了，别玩手机了，玩玩我好不好？说什么呢？这是他第一排坐在那儿低头玩手机，我不得批评他吗？用得着你批评人？多少钱买票？我退给你。多少钱？您说十万？十万？不是，你瞅着洗钱来了啊？没听说过，听相声还有这业务呢？花十万听张小伦，你疯了？你有那十万单独给我不好吗？凭什么给你、啊、你想听什么我上你家跟你说去。你拿人十万块钱你就说这个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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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的多着呢啊，真的。比方说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去拿喇叭去换，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别着喇叭，哑巴说不换、嗯、哑巴都说不换了，心里话要说还没说出来呢、嗯、你真厉害啊，那潜台词不不不不换，怎么吃多了还甩食怎么了？这都是语言上面的基本功，最开始我们练的就是这些。是喽，演员你得说话的每个字儿都让大伙儿能听得清楚。哎，这字儿，对，每个字儿就别老抠我字眼儿。我多怎抠您字眼儿了？您瞧瞧，吐字发音。别，吐字发音，就说这意思。好的好的，讲究用运用这个，哎，对不对？中国的语言我们都研究透了都。您呐，哎呦，博大精深，您都研究透了。今天给你来点那个俄了金德的。你瞧这路话，什么叫俄了金德的呀？新了宣的。新了宣的。对，有了男的肚子。有了男的肚子。对。你来个有的女的味的，您这是。来点那个语言啊。啊，你就说有难度的，给你露一手。什么语言呢？要不露一手，你也不知道二嫂子是个娘们儿啊。好、啊，您这都显怀了，您这都是。哎，外语行吗？外语。对。哦，哪国的语言？语言你哪国都行。哦。英语你会吗？英语 ，English。对，你会、啊。不太会。哎呦，还是的。要想学好英文，先掌握这22个字母。你接。然后你先等等，你等等，哎，这等会儿，等会儿。怎么了？怎么了？不是不是，不怎么不怎么，我就想问您英文多少个字母？你猜。
我猜我孩子呀，我猜哪句这是、啊、什么叫哪句啊，哪句是不是我孩子，我猜废话了，英文多少个字母，二十多，二十多是多少，不到三十，他跑这搞对象来了，我给你个机会，你说，你给我就二十六个，对，我知道二十六，我看你知不知道，那你刚才说二十二个，我按八折那么学的，学字母也能打折，都知道都知道 A B C D 嘛， A B C D 东北就这么教啊， A B 那个 C D 呀， E F G 呀， H I J K， 哎呦 M N 呐、啊、O P Q S T U V W S Y Z 呀， X Y Z 呀，亮相，亮什么相，亮相，丑态百出的样子，哎呦，人家是英文字母歌，你怎么唱成二人转了，这在东北学的，老师就这么教的，哦，东北老师这么教，英文歌啊，英文歌，对不对？ Ladies and gentlemen 会吗？ Ladies and gentlemen 对不对？ Welcome to 德云社华西剧场，对不对？那还有一个 live 呢，你怎么不说呢？华西 live 剧场，对对、哦、那个华西 live 点五二八你怎么说呀？华西 live point five two eight， 我也会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等等等等的，就到 six， 您六队队长就到六是吧？对了，你可真有六啊你！六队就学到六，怎么了？这太好了，对不对？这都谁不会啊？啊，什么 hello, fine, thanks, and you, how are you？ 会，小时候都就是那个李雷、韩梅梅的头一篇嘛，那不就是？哎呦，这怎么了？英文都会、啊，没有必要炫技了。谁小时候还没学过呀？这倒是。英文歌行吗？英文歌，您唱唱我听听。哎呦，来个英文歌啊！来个好听的。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我说，哎，兄弟，还有一高腔呢，哪有高腔的？后面那个 Happy， 不是，咱实在不行，咱就试试中医。啊，你才有病呢！我觉得打针已经控制不了你了，唱英文歌给我们唱生日快乐歌，干嘛呀？啊、没必要，兄弟。不是说有没有必要啊？来别的吧，又不来这个了。哎，来别的，什么呀？泰国，泰语行吗？哎呦，我泰语。我不太了解，那对，你看萨瓦迪卡，啊，萨瓦迪卡，对，萨瓦迪卡，前面有个大家伙就吃的还不赖，什么东西这是？一点不懂啊？不懂啊？啊，我也不懂啊。你别不懂啊，你都说出来了。泰国我去的少，哦，我不敢去，为什么呀？是他们说去那儿会少零件。别听他们胡说八道，那是、啊、旅游的好地方、啊。我就少去了啊。我哎。日本行吗？日语？哎呦，我哪天我不接触点日语啊？好像你们知道的比我多。啊，您日语也有接触？对呀、啊，日语五十元音。哎，这说到点儿上了。啊，因为哦，卡克库凯库，萨西四三九四马咪姆梅姆，听过吗？您这怎么又跑天津去了？跟天津有什么关系、啊？这不天津快板吗？怎么天津快板了？不是您说着，我给您打着巴掌贴着。啊，因为哦，哎，卡克库凯库，哦，萨西四三九四马咪姆麦姆，没错，这不就是天津快板吗？天津，我跟你说，日语就是学的天津话。我头回听说怎么学的天津话。比方日语那个 “saw the snake”， 啊啊啊，天津话 “saw the sma”， 这是学的，这不胡来吗？这 “saw the sma”， “saw the snake”。啊、这俩人永远打不起来，你看这个日语接触那个呀，哈基米莫西迪多佐尤罗西库，你知道吗？あれはどうございます。私はロンです。あなたは長さんですか？哎，你，そうか。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你说的是哪个老师主演的？可是苍井还是小泽？武藤，跟那大哥说的一样，
我就知道这些。你就知道这些像话吗？别胡说八道。不是，啊、都知道啊。日语我也知道。对了，大妹，这边有这个，亚麻的，对吧？你拆着说，我们也明白。我就会这几个词儿。哦，就会这几个。对，因为他们都是多数都以这个动作戏居多，都武打片儿。我看的武打片儿。哦, 哦, 哦。鸣人，火影忍者看过吗？哦，鸣人佐助，对不对？哦。这是。神龙九次有那个吗？火遁，打火球，噗！这是日语吗？水遁打火球，有那水遁水遁流，噗啊一个，完这火遁打火球，噗！有的有的，有那个萨库拉酱，拿了都。你看过这个吗？我看的这少。你看你哎，你那个也有动画片版本的是吧？我看的就是动画片足球小子、哦、棒球小子，灌篮高手 slam dunk、啊、对，都知道，都也看着，是是也看着。那日语你也会哈？嗯，还怎么韩语会吗？韩语哟，我还真不会。哎呀，怎么说呀，合着我不会什么他高兴什么。你看打到我手背上，是不是打您手背上了？早聊韩语啊。哦，韩国日语来说，您到底是什么呀？日语一般。嗯，韩语您呢？哎呦，韩语之父。您是韩语之父？对，我跟您不一样。您呢？我微信之父。我去，你扫一码，待会儿那个、啊、咱能不能聊到一个频道上了？我觉得不是。你能不能听清我说什么？我这说相声呢，你醒醒啊。我知道了，你拿我当安西教练了是怎么的？不是，韩语我不懂。韩语不懂啊、嗯、不懂，我真得教教你。这是我的短板。走，回头啊，跟你说，咱们现在这都录综艺呢，回头带你去韩国录个小综艺啥的。真有这个？有这个。去韩国？对了。我天哪，那演小品，我们就演这个小剧情。不说相声了，演小品了。现在你看看现在谁说相声？说相声能挣几个钱？那也得该表演呀、啊。那回头我挣钱给你买个头套。确实，我现在这有点稀，我说啊。对不对？哦，带着你。嗯、韩语哦，韩语教你。韩语您教我。韩语就是您也别教我那么多，我也不懂，我也学得慢。就是能上综艺的，咱来一短评快。行，好好，有这么一个小桥段啊。什么桥段？我把这桥段教你，回头啊，到时候找我的时候我带着你。好，对不对？这太好了。现在哪国不去呀、啊？嘿呦，哦、是是，走丢好几回了。对，那您能回来就算不易了啊。真的，真的教韩语啊。韩语有这么一个小剧情。什么剧情？父子爷俩。哦，是吧？早上起床之后发生的一个小剧情。嗯，您来我们看看啊。请到他这比方他儿子看着他爸，啊不，哎别，你等会儿，您先别着急啊。我们爷俩睡觉的事儿，谁跟谁爷俩啊？我先等会儿。儿子叫爸爸怎么叫啊？爸呀，我的阿爸不是叫哥哥吗？哎，你不说你不会韩语吗？你个大骗子！谁大骗子？那个韩国的这个剧情，你说那叫欧巴。撒浪嘿，我说是阿爸。哦，不一样。哦，不一样。对，这等于就叫父亲的。啊，叫他阿爸，莫莫莫，你答应了。哦，来，那哟呵。怎么的？烫着了，老头儿。不是，发现目标了啊！我心里的惨不成一能过。什么？我心里的惨不成一能过。不是您慢点说。我心里的惨不成一能过。您慢点说呀。再慢点啊！再慢点就听出来了。对。多新鲜呢！我不听出来，我怎么学呀？啊！你要翻译 啊！翻译过就是为什么？那餐布上面一滩黄，为什么那餐布上面一滩黄？哎，对对对对，就这。你要连一块说，为什么那餐布上面一滩黄？哦，为什么那餐布上面一滩黄？哦，啊，他儿子啊，餐布。哦，他说惊讶，餐布啊，啊，西突了，哎，怎么骂街呢？这是。哪有骂街呀、啊？这韩语不得哎西，不是不是，他不是你那个哎西，不是那个。哦，你学的太像了。阿西是个人。哦。阿西是个人，阿西吐了。什么？阿西吐了。
阿西吐了。对，哦，阿西个人，阿西吐了。哦，疑问呢？对，阿文他儿子，嗯 ，I don't know。哎，不对。这句是英文的，你看他儿子嘛，小孩人家也学外语。哦，是，就说一日语，哎，懂不说那个？说英文，哎，懂，我不知道。啊，完之后问他，喝的啤酒，什么东西？喝的啤酒。你这句话是青岛话吗？什么叫青岛话？哈啤酒，吃海鲜？不是啊，这是韩语，喝的啤酒。哦，喝的啤酒。对，哦，喝的啤酒。他儿子回答：“嗯，就喝了一滴。”不是，你再慢点，是吧？就喝了一滴，就喝了一点儿。对，就喝了一滴。阿西他个啤酒真小。您老师，您说了，您放慢。阿西他个一喝啤酒真小。你再慢一点。阿西他一喝啤酒醉一宿。阿西他一喝啤酒醉一宿。那哦，谁跟阿西喝？慢点，谁跟阿西喝？这句像东北方言了，谁跟阿西喝的？就你一个。啊，就你一个？那就一个。哦，这回破案了，就我一个。啊，你赶紧吸了。哎呦，这太恶心了。什么？餐布上一滩黄，他爸爸赶紧吸了。那赶紧洗了。赶紧洗了，发音注意个韩语的发音，赶紧洗了。就您这玩意儿还有发音呢？对，那残把那漂白洗。什么？那残布拿漂白液洗。那残布拿漂白液洗。别一冲冲就是洗了。别一冲冲就当洗完了。洗完不能睡觉。洗不完不能睡觉。洗完不能睡觉。哦。听清了没有？听清了没有？这他说这糟糕，怎么又有这个了呢？不是大概其的意思。哦大概其的意思，对不对？你我因为我一人说呀，你学不会。是，咱把这个情境表演出来，你就明白了。这现场表演吧。对了，哦，好比说，我给你个便宜啊，你呢演我儿子。行，你等会儿，这便宜我成你儿子了。我这大段台词你会吗？你再说一遍。他儿子词儿少。哦，就刚才那几句。对了，哦，他父亲这词儿多。行，那您说。我那受累，勉为其难的扮演一回你的爸爸。你心中乐开了花了都。谁说的啊？喜怒不形于色。还不形于色呢？这鱼尾纹都能夹死臭虫了。待会好不好？啊，来，就在这儿来演绎出来。哦，好的，让你啊对这个韩语有更深的掌握。行，我好吧，您受累。咱们呢，就是已经那个各宰各屋睡。因为你已经大了，你自己睡了，我得跟你妈睡。您不用交代这个。对，我怕你不明白。不是，我明白。哦，我找你妈去喽。你回来。作笔成样啊，就这一会儿啊。我知道，啊，我知道。来吧，睡醒了到这儿汇合是吧？你还要现形？你吃屁了？什么话这叫？你哪那么多戏呀？你干嘛？什么意思？您说了吗？早上睡醒了，各自从各自屋出来，到这儿一集合。没那么多戏，知道吧？一步到位就行了。没有了，没有，是吧？那对不起，扎嘴放屁都不要了。哦，一步到位。对了，你诈尸了？诈尸是这样，这谁放屁给你崩出来的呀？您瞧，您老这路话，这不是您说一步到位吗？那有早上扑通一下蹦到他爸面前的吗？我怕晚了，我一下跳过来的。有那么孩子吗？你正常，你跟个人似的，行不行啊？我生的是个人，你瞧，说不是个煤气罐成精。说的我都不是人了，你像个人一样，好吧？啊，行。爸爸，啥事儿啊？什么啥事儿啊？咋的了？你打我？你挺自然呐。啥事儿？啥事儿？我削你我。哎呦，就忘了啊！我以为每天的日常呢，咱。对，咱没有这日常啊。对，我忘了，说韩语。出戏了，您这。
不，咱不是在广场睡觉啊。废话，广场这儿还有门呢，你看没？有一个人，再叫一回。这次只属于我哟。不，这回还有女的呢。但我西妈的惨不成没等我。惨不？你是弱智吗？你笑什么呀？不是，这是这个孩子的内心戏呀、啊。孩子什么内心戏会笑出来？你给我讲讲来。他爸发现餐布上有一滩黄，他一个同时孩子也发现了，他特别的恐惧紧张，怎么办呢？就用自己的笑容来掩饰一下尴尬的氛围。所以我看你的表情像饿了，还没到赶紧吸了那点呢。你不能这么猥琐的笑，你是哟，完了完了，爸爸发现了，惹祸了，得是这种心理状态，知道吗？我确实害怕了。对，你害怕不能表现在脸上，就有那种惊慌的感觉，哦，是吧？明白了。不能这嬉皮笑脸的、嗯，咱不是弱智，好吧？像正常人一样。好嘞，好嘞。不回去了，就在这儿吧。啊、爸爸走两步有点累。我爸爸韧带不好啊。不，那我西妈的惨不惨没等我？惨不？哦，残不，残不，不干嘛呀？你头发是不是这么让自己薅没的呀？我这回可没乐啊！你干嘛？我完全按照您那台板，我惊恐，我、哦、残不，那哪来这么多戏呀、啊？我让你蹦的了吗？你给我站好了说不会吗？不许蹦！你把这舞狮子来了，不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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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哎呀，我这你像个牛蛙成精似的，你好好的，我成金蝉了。再来，不，哦，呀，我什么的惨不什么一等货。你怎么动手啊？我歇死你就完了，你嘴里边在骂什么呢？我没骂，你说这苍蝇，我说。哎呦我去，韩语有的哎呦我去吗？所以我没说出来呀。你好有理由啊你，内心戏，内心的恐慌，就一个，你不用说别的词儿了，就说一个词儿，残步就完了。哦，你爸爸发现了啊、哦、我残步。我是觉得好不容易去国外了，给人不用不用，多余了啊、哦，都多余了，哎，就你就表现你内心戏啥，收敛一点吧。明白明白，一句词儿就好了，要不咱过不去了。你爸容易死残不着。那滩黄是你弄的？啊不，哦，这我什么的残不残不一滩黄，残不，还得比较。I don't know。阿西图了，哎，你跟个弱智一样的，哎，我怎么都不行？你看我说多了不行，表情丰富了不行。你知道什么叫害怕吗？害怕的那种眼神。害怕知道？我。我太难了。你不要演那么多戏，内心戏啊，残不，就这种，知道吗？欲言又止，又怕爸爸发现那种心理状态就好了，不要给自己加戏了，我求你的，我的老 baby。先还再来一遍，还有空间。我西妈的残不上没疼我，残不，阿西图嘞 ？I don't know， 还得比较。举个例子，阿西坦克啤酒最小，谁个大小？就你个？举一个。赶紧洗了，那惨不得漂白些，被虫草就是洗不了，洗不不是睡觉，听见了没有？阿西不？哎呀呀，喊了叫，喊了叫，喊了叫，走！啊，不能过来，我洗吧，
拉西，阿古拉巴拉西，东格拉巴拉西，阿拉西不记得怎么了。傻子。